东方，怎么样了？只要我亲自出马，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呢？嗯，太好了，东方。可是倪漫天怎么会愿意给你啊？这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妙计，跟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交易。你放心，以后他不会再威胁你了，也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。真的吗？嗯。东方，谢谢你，你这次又帮了我一个大忙。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哪有真的帮你什么？所有事情不都是你自己熬过去的吗？你的苦别人看不见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既然绢布已经拿回来了，我只希望一切可以回到正轨。 山有木兮，木有枝。心悦君兮，君不知。因为你画的是他，所以舍不得烧掉。此物承载了你对他的太多感情，是吧？是。这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。 这一切都是真的，花千骨，看谁能斗得过谁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让你潜心修炼，心无旁骛，你倒好，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？这长流上下，流言四起，你出息了？你倒跟一只灵虫，你……师祖，师傅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。你来干什么？我，什么事？ 为什么说话没有声音？是中了什么秘术吗？是。啊，他定是中了什么秘术，给他查查。嗯。没有。好厉害的秘术，把它写下来。好。嗯。
拿过来，师傅，您还是别看了，快拿过来。哦，滚！李漫天，你我的恩怨到此结束，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两不相欠。你休想！你别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把你的丑事抖出去，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。你要怎么惩罚我都行，但是这药您一定要喝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师父，不管你喝不喝，我以后也会坚持每天都替您炼药。好，你随我来。不是让你们都滚吗？啊，子画，跪下。长留祖师爷在上，师兄魔言为凭，化千古。从今往后，不再是我白子画的徒儿。师父，为什么在仙剑大会上，你不顾同门情谊，触犯门规？千姑，你先起来再说。你这样也是无济于事的。
暂且搬离绝情殿，回头我再找机会跟你师父说。啊！哎，你们也都别跪着了，都起来吧。哎呀，等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等到你收了个徒弟，可一转眼又让你给逐出去了。但也许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吧。上天眷顾，只是花千骨，肤浅命薄，不能再陪在您的身边了。不过，不论是上天入地，就算是搭上我的性命，我也一定会帮您把解药找回来。请您一定要等我。师父。叫人失了恋，你的眼，你的泪，情一转眼回首间，雨情恨地桃花山兮，与君同去耳鬓厮明。小师叔，你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呀？我记得你住的可是绝情殿，你可是尊上的首徒，长留的红人。现在落到这般田地，那些跟你一起下跪的人得有多失落呀！你满街，你不要目中无人啊！别以为你们帮他，我就怕你。
怎么，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我不成？不要逼我。别人惧你是蓬莱掌门之女，我可不怕。以后你要再这么目中无人，小心我刀尖无眼。哼！千国，刚才谢谢你们。嗨，我们两个一直见不得这种人存在。嗯。青罗、火熙，嗯，谢谢你们帮我，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跟倪漫天之间的误会，也影响了你们的关系。难怪你被欺负呢，简直是没救了！是是，你，建国，你就不要多想了。其实在这里挺好的。怎么我才离开一天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啊？这次我真的让师父失望了，我不该对倪漫天动杀意的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东方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师父，师父他为了救我身中补元鼎之毒。补元鼎之毒？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必须要尽快找到解药。但是我，东方，你帮帮我，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世上唯一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的人，也就只有易朽君一个人了。易朽君，嗯，对，我去找易朽君，哪怕是以性命作为交换。万一我有什么不测，请你帮我照顾好唐宝。你不会回不来的。快出来！快出来！我的东西呢？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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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来了。你知道我会来？我说过，天下事没有一朽阁不知道的。一朽君，请问如何解补元鼎的毒？这个问题，答案可是非常昂贵的。我会不惜一切代价。真的确定吗？嗯，我确定。答案。就是你的命。好，等我救回师父，就会把这条命交给你们，任你们处置。看你认真的样子，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哦不，似乎比以前坚定了。哼，你的命并不是这个答案的代价。那你想什么？听说你厨艺甚好，给我弄一桌你的拿手好菜如何？
没什么，赶快坐吧，我肚子也饿了。等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阁主，菜已经做好了，你尝一尝吧。如果不合胃口，我再去厨房重做。如果你怕你吃饭我会看到你的样子，我可以回避。我只是让你做一桌佳肴，也没说我要吃啊。你能用如此简单的食材做出这么丰盛的佳肴，你完全可以到皇宫里去做一厨了。我还真有点不敢吃啊，万一我吃上瘾了，将来你每次来我这问问题都以一桌佳肴作为交换的话，那我这一宿阁不出半个月就会在江湖上消失了。不言顶之毒也并非无用。我不会让任何。无论是易秀君还是东方玉清，卸下伪装跟骨头好好吃顿饭都不可能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如今此话已身中剧毒，你还不满足吗？你还不能放下吗？要知道折磨他就是折磨千古，而折磨花千骨等于是折磨你自己。我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你不可能回头了。阁主，您真的要帮花千骨去救白子画吗？您的目的不是让白子画看妖神出世，这不比看着他慢慢死去有意思多吗？你们俩下去吧。是。
谁呀？东方，是我。骨头？这么晚了，赶快进来。这里面的字啊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你帮我看看吧。这是解开神器封印的方法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去过一宿阁了，一宿君说，天下之大，只有盐水玉才能解师父的毒。但是这盐水玉多年来行踪不明，没有人见过他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所以，只有集齐这九方神器，并解开封印，盐水玉才会自动归位。骨头，你知道解开神器封印的后果吗？我知道，但是为了救师父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知道白子华对你的意义，可是你要想清楚，这是一条不归路。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？你觉得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东方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执意要找到那九件神器，让盐水玉归位，解了师父的毒。虽然目的不同，但是跟单春秋他们做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。因为要收集到所有神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稍有不慎就会让妖神出事，引起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。你知道你师父一向以天下苍生为重，即使先身受损也绝不会让你凑齐神器让妖神出事的。只要盐水玉归位，解了师父的毒，我便会用不归宴将其他神器重归各处，绝对不会让妖神出事的。你知道吗？就算你救了白子华，他也不会原谅你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我知道，但是如今，师父的生命只有一线生机，无论让我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你宁为玉碎，也不为瓦全。骨头，你能最后听我一句劝告吗？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我知道，你一直以来都把我当哥哥去看待，可论感情上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妹妹去看待。而你呢？你从来没有把白子画纯粹的当师父去看待吧？是，但是，我只想做师父永远的徒弟，只想做他眼中的孩子。如果可以让我陪在师父身边，我宁可永远都不要长大。好了。我明白了，但是骨头，如果有一天你对你师父死了心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永远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不会放弃的，永远都不会。东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帮我看看吧。全部写好了，东方。不要再说了，赶紧去做你值得做的事情。东方，我欠你太多了，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报答你。你再说下去，我怕我会阻止你。赶紧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我知道，每一次去帮你，我的计划就会更迈向成功。可是，我的内心却如自焚般痛苦。骨头，你们都是被我拖进深渊的人，而我呢？
以为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、局外人，可如今我又怎能置身于世外呢？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直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太平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，静胜躁，寒胜热，天地之气，解我混沌之力。小军果然没有骗我，师父，我终于练成了。尊上和师尊有令，你不得踏进绝情殿半步。师兄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进去看看师父吧。你已不是尊上的徒弟了，请回吧。师兄，多说无益。已经过去两天了，不知道师父的毒怎么样了。如果师父毒发，即便我找回盐水玉，怕也无力回天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先压制住师父体内的毒才是。谁？
你适可而止吧。你走开！你怎么不躲开呢？你滚开！别闹了。少峰，你没事吧？你的伤？没事。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弄的？我没事，少峰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等我把问题解决完之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为什么？不要再问为什么了，我会告诉你一切的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总是护着花千骨？你喜欢上花千骨了是吗？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总是护着他？不说什么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放手，放手。放下吧。你休想！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一瞬之间，一生厮守，分
随沉默。爱上你爱上了错，失了你失了魂魄，可笑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不是不可说，是我不敢说，一步一微笑，一步一伤心，一步一劫难化作飞蛾扑火。因为爱上你，我才成了我，共你沉默。将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不是不可说，是我不能说，想用这沉默别怪我懦弱，请不吝